龙门灰森县东主为都会改善客家总改改路景观。客家委员会第五年前初开始来推动扛棒改造计划，用新竹人关系这两片来做示范个点。客家将群入四百扛个点家入本扛棒，全镇稳得入北上安道。对扛棒变色，民众还肯定始终入桂山。眼下村头的粮商很忙入桂山的扛棒，主要都是点做经验，将会继续的十万来沟通下个大合，希望将来客家小镇的改建为很大改进。因为有你，我们的街道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新国展示一块时，奉送文色扛棒点家的奖片。前下会会主委杨冲进讲，台开到七年前，伊得过参访龙门抬头的下，看到有色有奖的扛棒，按照时期的建设，就喊下强力所结，所以县的关系下中小镇推动色扛棒计划。不过一开始只碰个下，团队没多多动作困难。一开始大家不知道这在干嘛，然后你一个一个问的时候，其实他对于那个人员的耗损很大。好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般就是正常员工，然后去问，然后就可能闭门羹嘛，或者人家给你干嘛，所以那时候大概接做这个案子的同仁，大概两三个月就会离职。为了鼓励店家了解老参加社康棒计划，跳下马团队办的是从提供说明会过后，关系镇有380件店家参加，已经获得560张被法规限下社嘅康棒。按用康棒所说，为将很多生意目，店家系提出冇强用嘅困法。来做呢行业吼，主要注重像名路当铺嘅评价，吼，还有啦，社招牌办公日后，看有哈新啦吼。按用因咩较现代哦，按做起来还像两种搭配起来吼，生意又效果较好滴。哎呦，我当时我有通知啊，讲会做啊，我没有参加签名啊，但是呢，我看到做出来的东西，按时加按短，这样子变成说我们的那个整个的规格都啊被矮化掉了。所以我当初我就要说，那我干脆我就不做。虽然扛棒可能熟悉的太快三股一股，不过跳过太太细细独有的扛棒，你下该如何看起来很下政策，其实会很下不愿注意到，安用使用未会很下降。这一次回来关西之后呢，发现这个小招牌，然后它有固定的规格跟格式，那让关西镇其实整体的道路都非常的看起来整洁，而且非常的市容也都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美好。其他乡镇可能会有招牌过大或者是有点凌乱的问题，那我觉得可以建议参考一下关西的招牌的设计啊，或是制作，看起来整体的市容呢都会观感比较好。这下社康棒计划，台湾有两三个店家无参与，其中一半是青关县连锁企业，希望下委会主动找强基调，成为关系客家小镇的公民，向下为合作的介入来提升生活的美好。连锁企业的部分哈，可能要靠中央的长官来帮忙协助来协调哈，希望个条连锁企业的条件吼，那我来留因政府所配合，让人留做对留因嘅关系进来所有嘅招牌吼，那做对来统一吼熟悉。以代表身份哈，也会希望剩下20%的店家能够来装设，我也会来跟店家来协调，大家能配合以维护我们关系镇的市容。关系镇公所讲，社康棒设计唔单强系微乎其中，为到系提供休闲观光产业，做啲永久发展下去。提供店家康棒统一规划，打造出彩体长幼嘅特色，按样未做啲写到，喊下同一刻来了教官。下次会唔会有新主播同？